酒的话基本上走不动。写字楼的话谁买酒嘛，我都被你气疯了。你知道你少赚了多少钱吗？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提升空间。多的要命，我告诉你怎么做，往后退，最起码你要摆11馆，你估计一天得卖几百条。 Later。 你在哪个城市？成都。面积多大？只有15个平方。租金多少钱？9000。营业额多少钱？4000吧。客单价多少钱？客单价平均18块。你一天做222单啊？平均的话最少是220。你这个店铺投资多少钱？40个。40万？对。这40万怎么投的呀？这么点面积。杂费比较贵。转让费多少钱？转让费15个。那你现在烟挣多少档呢？13档。一期多少钱烟？7000块。毛利率多少？15个点。才15个点？对。烟的销售占比是多少啊？75这个样子。这么多？基本上卖烟就是一天能卖到3000块钱，水的话1200块钱。那你的毛利率是低哦。啊，360度旋转一下。 Day is finally aging into old dark blue。单楼他现在体检中心拆掉了，现在要改做写字楼。在哪里？指给我看一下。就是那白色的招牌那里，总共有3000多个平方吧。这边的只有3楼，然后这边的是很高很高的。多少层啊？我没问多少层，我问了他的数据，入住率固定人数有2500。2500人，你干4000块钱？我小白没做过。左边是不是写字楼的大门口？对，2500人，几%的人从这里上班，最少是65%吧。估计坐地铁的比较多，然后人都是走这边过来的。你这个附近还有地铁口啊？地铁口离你站的地方多少米啊？150米吧。那就是主动线在你这边，然后65%从你这边经过。对啊，去你店里嘛。你在写字楼下面开烟酒店啊？那你老实交代，你这个酒的话一天能卖几百块啊？酒的话现在基本上走不动。写字楼的话谁买酒嘛？对，确实。买完上去跟上次干两杯吗？上次有个朋友他在酒吧门口卖酒，我纳了闷了，酒吧门口卖酒是买了酒可以带进去喝呢，还是去酒吧里面喝了两杯之后在你便利店再喝两杯啊？也很少卖。你们有卖对商品给有需要的人，需求没有挖掘出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照着你的烟，我看烟有多少种啊？9多种？不止。你那个外烟的毛利率多少啊？最少的有4块，然后基本上都是20几块钱。8月份一整个月你的营业额是多少钱？8月份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0万多，2个月一直下跌，1个月跌一个7000-8000。烟的话销量有没有下降？应该没有吧。烟没有，烟没有。你这个位置投40万下去，你1个月只赚10000块钱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说我们两夫妻在这基本上就是看不到钱。继续店里面转一圈，我看一下你的格局。这边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冰箱。你的冰箱就这个一门吗？这个一门一天卖1000块钱？你没有外面？你逗我吧。2个1000块钱啊？对。你这里面的货值有1000块吗？货白水都摆不过来。那你肯定摆不过来，大哥，你一天卖1000块钱的水，我都被你气疯了。你知道你少赚了多少钱吗？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提升空间。多的要命，你这个店的数据好牛逼啊。我告诉你怎么做，往后退，然后我问一下你啊，写字楼里面有没有食堂？没有。写字楼里面有没有什么店铺啊？有没有什么自助贩卖机啊？卖水啊？卖什么东西的？有没有？没有没有。你这个铺子是跟谁签的？跟物业签的。你能不能跟物业谈一下，你在每一层摆一个自助售卖机？这个可以谈啊。可以谈的话，你这样子，你去找一个投放的，投放的话呢你们分成，他出机子，你在每一层摆一个，这个水的销量就会大幅提升了。就是在那个每一层的电梯口吗？对啊，电梯口啊，摆着就好了，你就不用花什么钱。好的。然后我再问啊，你这个店铺现在追加预算多少钱？大概5万这个样子。酒的话库存有多少？10几个对吧。太好了，你把这个酒全部变现，变了10几万的话呢，加大量的鲜食板块。你这个地方要做鲜食，我就是说就想把它改掉，改成就是你说的便利店加早餐。对啊对啊，鲜食便利店啊。然后我这个里面所有的你全部都要卖。第一个是那个烤肠热狗，你最起码你要摆11馆的，因为你的那个会卖的太好了，你估计一天得卖几百条。第二个是那个蒸包机，蒸包机的话我给你2个方案。第一个方案跟别人合伙做早餐，让他们来做，你分成，把你现在那个水柜那个位置撤掉，把它变成个早餐摊，在你的店铺范围里面。第二种方案，摆那个蒸包机，蒸包机的话不能买太差的，蒸包机差不多要3500块钱左右一个，你最少要备2个，你早上你就疯狂的去蒸包子。你那边几点上班啊？最旺的时候是8点半到9点半，7点钟开始蒸，一定要买大蒸包机。然后这个烧烤柜要买4层的，就这个柜毛利率55%。好的好，我截屏了。然后这个是关东煮，参考一下截图。哎，然后一个海胆的锅，还有一个玉米锅，记住了啊。嗯。还要准备豆浆。好。豆浆要好卖的话呢，你早上你最起码要打100杯，一排全摆过去，提前打好，人家一进来看到一排摆在这里，拎着就走，这种叫单品大陈列，人家看着就想买。你可以搞套餐，比如说我一个茶叶蛋，再加上一杯豆浆，再加上一个包子，或者等等什么东西的，就一袋，我提前给你弄好，拎着就走，直接扫码买单走人，效率很高。你自己去备一下这个套餐，看你当地的早餐人均消费多少钱。你说的这些东西我怕放不下，我帮你设计一下。好的好的。你要加水柜跟奶柜啊，最起码要4门，水柜加奶柜。我现在跟你讲啊，进门的话收银台在这里，收银台后面是烟酒架，这边是水池，后面全
部是后厨、啊、然后这一排全是快餐区，茶叶蛋跟那个玉米鸡放在一起、啊、关东煮啊烧烤柜啊这一排摆过来，蒸包机放在最前面，因为蒸包机比较高，这个后面全是冰箱后厨操作空间，然后这里的话呢就是水柜奶柜，水柜在前面奶柜在后面，这一排全部都是零零散散的，不动水的话就这么放，放在收银台上面，因为你面积不够。 OK 去搞吧，加油。好的好的，好，拜拜。